我跟成都有很多的美好的回忆，我的第一个全国冠军是在这里得的，只有他一个人出来，其他人都是假的。我的第一次被飞刀插中肩膀也是在成都的，我的第一次人生的火锅也是在成都吃的，所以有很多的回忆的。我记得一个。